若年咧曾經係指出咗依兩本書，尤其是佢講係楊川其他啲參與一啲好嚴重嘅暴力事件嘅。咁佢講到成咧就係話咧正式名嗰個我唔 show 出嚟啦，但係佢亦都有個化名，亦都喺度嘅。咁所以話咧，咁啊再接再厲啦嚇！喺2020年嘅9月嘅時候咧，佢出另一本啦。